到醒来，会感受我们的亲密，就能够答应你，给你好日子。如果我看过大树有开花结果的美丽，放弃天地也不会放弃你，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教我找幸福的勇气，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用一生送给你。 Baby I will love you, I will hold you, you will be my life, cause I wanna kiss you, wanna touch you, Baby please don't ever let me go干杯。姐，随便吃个大排档就行了，弄这么大排场。请你们吃饭当然得吃点好的呀。你们俩别跟姐客气啊，想吃什么就点。有没有谈过？谈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什么？工作，给那个女老板工作，给我和果果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，让我们吃好喝好住好。他是牺牲小我，重现我们家庭。姐，女老板，你看他们店里那个女老板。姐夫是不是疯了？他说他没疯，希望我能理解他。可能是我疯了吧？这你也能忍呐？二妹啊，我以为我忍不了，但是听他这么一说吧，我还就是忍了。你看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是破罐子破摔吗？他那天很认真地问我，想不想放弃现在的一切，重新回到那种每天为生计发愁的日子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不愿意，就当是为了果果吧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就听着点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干嘛呀你？你能忍，我们不能忍。不用操心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姐，我以前很佩服你的，上学那会儿追星你都能跟爸翻脸，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你们死都要在一起。你以前非常执着，你想要的东西你绝对不会放弃。现在你怎么会这么懦弱？你居然妥协了。
不是妥协，是终于想通了。同甘共苦，那是电视剧里才出现的情节，而现实生活只有柴米油盐。如果没有很好的物质基础，还哪来的风花雪月啊？既然你姐夫牺牲那么多，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，那我干嘛让自己那么辛苦？我开网店能赚几个钱呢？我还是好好享受他给我的幸福生活吧。姐，我同意你这点，开网店真的赚不了几个钱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嗯，你别自暴自弃了，姐。不是自暴自弃，是及时行乐。消费了12000元。刷卡。人生赢家，今天好棒。这两天刚要见一个重要的相亲对象，是一家园红娘重点推荐的呢，我要重视起来。孙小妹，你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，连公猫公狗看到你都要三步一回头，为你的容颜垂涎三尺，你还需要打扮吗？你纯属嫉妒。走。还有。宝贝，志成啊，你在买东西啊？你买什么啊？买那么贵？嗯，我问你是不是在逛街买东西？没有啊，我在家里睡觉。啊，睡觉？哎，我刚才手机里出现你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啊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打给你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苏梅啊。这个，那，就是，我要这个，不给他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靠，给我戴，累死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戒指啊！啊，好漂亮！哇，你这个好浮夸，好好看。你才浮夸呢！看一下多少钱。姓名：苏梅。苏二妹：苏小妹。不许开玩笑。苏梅：苏二妹：苏小妹。
这里是公安局，给我严肃点。警察叔叔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我叫苏二妹，这是我姐姐苏梅，那是我小妹苏小妹。苏二妹、苏小妹，这年头还真有这么随便的名字啊！你这是什么话呀，警察叔叔？坐下！谁让你站起来的？你们知道你们干嘛了吗？逛商场买东西啊，哥。不是，警察叔叔，你能不能先放我走啊？我只是陪我姐买东西。你个没良心的！跟良不良心没关系，好吧？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说我姐怎么突然变暴发户了呢？原来刷的不是她的卡。警察叔叔，不知者无罪吗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留我在这儿也没有用啊。要不你就先放他们两个走吧，卡是我刷的，你留他们也没有用啊。我不走，我乐意待这儿。你妈盗刷他人信用卡是犯罪行为。来这边。在这里吧，苏梅，你怎么回事？都弄到派出所来了，丢不丢人？我有问题，警察叔叔。说。让我看看这是谁呀？这不是那个为了生计委曲求全、每天陪女老板的大姐夫吗？姐夫，你日理万机，怎么有空到公安局的？警察叔叔。你刚刚说我们盗用信用卡，不会是我这位亲姐夫的吧？这是张副卡，主卡是一位女士的。啊，副卡是姐夫你的，既然副卡在我姐手里，那主卡一定在你手里吗？行，这事你别管，我不能不管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这个破卡把我们三个姐妹弄到警察局里，你说我们冤不冤？苏梅，跟老板解释过了，赶紧道个歉，我早点回家了。家？你说谁的家？我给谁道歉啊？我该给谁道歉啊？我刷我自己老公的卡，我为什么要给别人道歉啊？警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卡是老板的。姐夫，你还真搞笑，谁给谁道歉呢？小妹，冷静点。姐夫 啊，你刚刚说我姐要给别人道歉，她有什么错？没说她错了，但是这个卡是老板的，她用自己老公的卡买东西，为什么要给别人道歉？这什么逻辑啊？是吧，警察哥哥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这是在派出所呢，警察叔叔。问题你都看明白了吧？你看怎么解决吧。姐夫，啊，如果我们一起进去，啊，我们会帮你好好照顾文芳姐的，啊，放心吧。喂，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会还给你们。小妹，把这个东西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。行了，这些东西就当送你们的见面礼吧。就这么点东西退回去，多难为情。果果妈妈，这你要是想刷卡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本来也应该送你礼物的。也怪我，我当时没多问一句。这慌慌忙忙就来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你说你，果果妈妈，有卡随便刷的感觉还不错吧？你能给制成这些吗？这位大婶儿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看你脸上那一脸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掉面粉堆里了呢。你我什么我？我今天就给你普及普及什么叫品味，什么叫时尚。
香水味道太浓了，不过也有道理，可以遮遮你身上那狐臭味。狐狸精的狐，你会写吗？狐精。段志成，啊，我们走。哦。你好好在家待着就不行了吗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说什么呢？断了！你们要干嘛呢？这可是派出所门口，你们要还想进去，我现在就去跟里面说。二妹，放开他吧。不！谁的电话？陌生号，推销的不用管。姐，你拿他的卡干什么呀？什么叫他的卡？大姐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什么你的卡我的卡呀？我现在忽然能理解段志成了。你去理解他干什么呀？我觉得你还不如离婚呢。姐，这种男人你还勉强自己跟他过什么呀？你看看他那副德行，回来了又怎么样？你越忍让，他就越变本加厉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委屈一辈子。二妹，我真心给你点个赞，咱俩总算有一样的时候。大姐，你别犹豫了，赶紧散。不过你也千万别便宜他，房子、车子、赡养费。不该少的一分都不能让他少。姐，为这种男人根本就不值得，你再继续这样拖下去只会更加痛苦。姐，你还有果果，你还有我们，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。你俩给我听着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妈还有奶奶，懂吗？懂。这事儿要是让那俩老太太知道，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。我才不想没事找事呢。老公，留下你电话啊。请问是卖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前两天在你店里订了个按摩仪，到现在都没有发货。你们店里明明写的是一日内发货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发货啊？我现在没空，要么再等两天吧。没空？那你请问你干嘛写一日内发货？你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啊？这样吧，我现在着急用呢，你现在要么发货，要么退款。我现在实在没办法给你发货，更没办法给你退款。那你怎么不提前挂个通知说一声啊？我钱已经付了，那怎么办？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吧？你这样我是可以去投诉你的。你随意吧，我就是没办法。又挂我电话，还想不想做生意了？老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前两天在网上订了个按摩仪，我这两天写剧本写的腰酸背疼的，胳膊都快断了，我正等着用呢，他到现在都没发货。我还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开始还不接，现在接了又说没空，还把我电话给挂了。我非得投诉他不可。会不会是人家有急事啊？能有什么急事啊？你再有什么急事，你这是个态度问题啊。
你好好跟我说，我可以接受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行，你别拦着我，非投诉他不可。哎，你试一下那个人工按摩吧，更舒服啊！不要生气。不行，我还得投诉他。哎，姐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去学校接果果。啊，接果果可以啊。苏二妹，你帮我拎一点。我不要这些东西，自个儿拎。哎呀，你帮我拎，我就不。你不要是吧？啊，你让我拎的都是我的了，你们谁也别跟我抢。好。果，嗯，你进去洗个手，把功课做了，妈妈给你做饭好不好？好的。妈妈，您穿。哎，我不管了。尊敬的卖家苏小姐，针对您不及时处理订单，我们已接收到顾客投诉，请您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，逾期将对您的网店进行暂时封店处理。封吧封吧，反正我也快疯了。伙子，啊，好久没见了啊！我正想去拜访您呢。是吗？嗯。是不是想交房租了？我没交吗？你已经有两个月没交房租了。哦。咪咪咪，妈妈妈。阿姨，我再住两天我就走了。要不然，欠您的房租用押金抵了吧？你要走了？啊！啊！你考上音乐学院了？没有，我当时去考试的时候正好赶上重感冒，嗓子都冒烟了，进了考场声音都出不来，就没考上。哎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阿姨，其实我很会唱的，您听着啊，我觉得那些老师都不认可我，您听着，我给你唱一段啊。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哎哎哎，你不是考音乐学院吗？怎么是说唱啊 ？rap，rap， 那不跟我们原来的那个快板一样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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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它原理都一样的。阿姨，我再给您唱首慢的啊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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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您得保护嗓子，不要多唱啊。哎哎，好好的，我相信再接再厉肯定会考上的，明年再来考，到时候再住在阿姨这儿啊。阿姨，我都考了四年了，这考试资格都没了。我再唱一段啊，最后一段。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家乡蓬勃的秧苗，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，我爱你青松气质。嫂子，你来啦！啊，我来看看妈，顺便借点咖啡。自家人有什么可借的？那还有，多拿点啊！够了够了，我还是觉得速溶的好喝。哎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文涛，
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平房那小伙子，明年1月宣布考了，那房子空着，麻烦你啊，在单位的网上再把我挂一下啊。哎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哎，嫂子。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聊聊，不知道该不该开这个口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那我就放心说了啊。你看，你们家的房子都是我帮着租出去的，我一直也没好意思跟您要这个中介费。我这工作你也知道，工资是固定的，就这个数啊，奖金也少。这中介费呢，我要是再不那啥，那我实在是……啊，我个人倒是其次，主要是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每次破这个例呢，让公司的其他员工看了，要说闲话。我这纯粹是从公司的角度来把这个客观情况跟您说一下，您别误会啊。不会的，你说清楚我就知道了。文涛，你放心吧，这次这中介费嫂子一定会给你的。那倒不好意思，都是一家人，都是自己的事儿。嫂子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办的啊。那我走了啊。谢谢咖啡啊。额头伤口治疗费用300元，精神损失费59800元，合计60100元。抹掉零头，算你60000整，请于明天18点之前准时汇款。讹我？挂我电话！您好，请所拨的电话关机。脑子有坑。谁啊？大弟。你咋得上啊你？小姐你好，你的快递请签收一下。烦死了！啊，陆小姐，叫我小南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，好像你外卖的这个盘子放了好多天了，能不能下次再放的时候盖上一张报纸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他们忘了，就昨天的，我一会打电话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小南，你一直在家不出门啊？很累吗？都成这样了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还没睡醒呢，确实有点惨不忍睹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会儿一定注意形象，不吓着你，不好意思。还有呢，这个周末我们要一块大扫除。之前呢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一定要准备好抹布、笤帚、扫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哦，哎，还有，9点一定准时，不要迟到。好好好好好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，睡吧。现场啊，默默，我们要怎么活啊？哎，快找钟点工啊！
是吴先生，这位是苏小姐，您可以慢慢聊一会儿。嗯。您是苏小姐。这人什么意思啊？认不出我啊？我照片和本人差别有那么大吗？嗯，对，是，我是吴先生，您好。哎，是，您本人比照片上漂亮多了。咱们坐下聊吧。哦，好啊。请。这么会说话，原谅你了。私人定制就是不一样，符合我心意。啊，这个表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资料还是很准确的，看上去果然有点实力。那个，您先说。好，吴先生啊，您来的这么早，一路开车过来不堵吧？没有，我是步行过来的。锻炼吗？步行。啊，对啊，这现在不是提倡环保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环保环保。那您平时上班的话，您会开车吧？我从来不开车。那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吴先生，您现在是自己住呢，还是跟父母一起啊？哈，是这样，我现在是跟父母一起住，因为父母毕竟年龄大了嘛，所以我这做儿子的，也需要经常的去照顾他们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俩坐在这儿呢，咱就不绕圈子了。其实我希望我的另一半，能够迁就我一点就好，就是将来可以跟我的父母一起住。简直是耍人呐！这个红娘还说条件多好多好，这么大岁数还跟父母同住，凭什么迁就你啊？婆媳关系，我是没什么经验，那我看都看够了。苏小姐，您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不是，没有。啊，我刚刚是在想，吴先生您还真的是挺有孝心的。我听说您经营的是一家大公司，平时工作一定特别忙吧？应该没有时间陪家人吧？还好吧，我工作平时工作也不是太忙。我的办公室呢？加上我一共也就四个人。其实我对女方的要求呢也不算太高，我只是需要女方能够将来做我的全职太太，仅此而已。不工作我倒是挺乐意的，但是全职太太意思是让我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啊？累死我算了。苏小姐，您是又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没有。咱们换个话题吧。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？啊，我平时呢，我特别喜欢逛街。我喜欢买自己想买的东西。我是觉得，不仅是女人，任何人都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没错，女人嘛就应该光吃光吃光吃。还有，嗯，我这个人呢比较崇尚自由，嗯，我不太喜欢被束缚。苏小姐，其实我有时候挺羡慕您这一点的，真的。那个苏小姐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其实我是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。啊，我先走了，我们改天再联系。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也耽误您的时间了。需不需要我送您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了，你不用送，你没什么好送的。这拜拜。
鞠小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感觉怎么样啊？不是我说，你们公司这都什么人呐？嗯，你们这资料到底准不准啊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他一开始跟我说他是什么走路来的，又说跟父母一块住，还说公司里就四个人，那又不开车，你们这找的是什么人呢？哎呀，苏小姐，你误会了，吴总是走路过来的，但是他提倡健康生活理念，能走路的时候绝对不坐车，坐车也是不自己开，人家是有专职司机的呢。专职司机？嗯。房子呢？他目前是和父母同住，就在我们公司不远处的云云别墅啊。人家是有独立办公室，一个助理，一个秘书，外加一个保洁员，三个人只服务他一个人。他的公司全国有1000多号人呢。啊？小恩就挂你电话了，你别乱说，他是有全名的。天宇，我感觉我都快对生活失去信心了。富斌同学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这小妖精就是拿你当钱包使的，你要是痴心也得用在对的地方啊。只要他没跟我当面说清楚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他不会的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遇见什么事儿了？会吗？傅斌，就一个女的能把你折磨成这样？嗯，对不起大家，嗯，这两天拖累大家了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心思打游戏，我满脑子都是他，根本放不下他。我倒想看看这小妖精是怎么把你给迷住的。行了，傅斌，没事儿。真的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是不是？何必单恋一枝花？真的，树那么多，你挨个树试试，你别搁一棵树上吊死啊！对，对不起。到手了。我跟你说，傅斌现在这个状态。肯定早晚得被 boss 发现，到时候肯定会赶他走的。到时候主动权可就不在咱们手里了。我觉得咱们应该想想办法，帮帮他，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对，天宇说的对，我赞同。嗯，那有什么意见？快说。哎，天宇，你这么厉害，这么有本事，要不你去把那个什么苏小妹给追回来？对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追那苏小妹，我这分分钟我就把她给。电话，快把声录过来，把声录过来，快点！喂，姐，这么早就醒了？嗨，了解，你的生活作息我早就了然于心了。这会儿啊，就是你最清醒的时候。啊，那个，我还能在哪儿啊？我在图书馆呢。对，哎呀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都看了103页了。哎，太投入了，都忘我了。哎呀，最近可辛苦了呢，要看的书都堆成山了。姐，你别看我眼睛小，但是我看的书多呀。就是那老话叫什么来着？就笨鸟先飞。对。那可是
我要是想你想的思念泛滥了怎么办啊？我再看一会儿书，再多学一点啊，姐。记住，姐，弟弟永远是最牵挂你的人。哎呀，我最近可辛苦了呢。最牵挂你了，哎呦喂！我跟你说，我也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我姐她是母夜叉，东方不败。你知道这世界上我最佩服谁吗？我最佩服的人就是我姐夫，就我姐那样的，就我姐夫他得有多大勇气，他能把我姐给娶了呀？不是我这姐夫他得多重口味啊！太重口味了，而且你知道。你想想啊，我就每当想晚上我姐蹂躏我姐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替我姐夫感到可怜，好惨呐，感觉太惨了，太惨了。你呀，还是自己保重吧。要让女魔头知道你研究生休学跑来研究打游戏，我觉得啊，哥几个是这样的，就这个研究生和研究打游戏之间，我觉得我更适合后者，就他不但有成就感，还有钱赚。可是我姐不明白，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被我姐无情地抹杀了，请把我高尚的梦想埋在春天里。不，得嘞，这么隐忍。哎，你姐那么有文化，那么有思想，她应该明白你做游戏软件师更有前途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你表面上看我这姐好像挺时髦的，其实我这姐她特别土，是吗？特别土。她认为什么？她认为学习是人间正道。只要是跟游戏有关系的，那都是不正经。玩游戏是耽误时间，设计游戏那就是祸害人类，罪加一等。哇，这么严重？还有吓人了。我姐这手机里头啊，一个游戏都没有，平时不打麻将，不搓牌。哦，就她，就你知道，我们到商场里头不有那夹娃娃那机器吗？对啊。我就想玩一下，然后我姐就哎，这小手夸到我这揪起我的耳朵，夸。就这么就给我拖走了，他怎么能明白咱们荣誉战队的游戏人间啊？对呀，怎么能了解？哎，不是，就咱说哪儿去了？不是帮富斌出主意吗？哎，赶快吧，想这事儿。哎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天宇。嗯，这小妖精，非得让我治。哼。重聚了，就像从来没分开过。